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睇 ET 财智 Talk。今日咧请嚟好耐冇见嘅 Frank， 你好，好耐冇见大家。几耐咧？一二月嗰阵时见过你，上嚟讲嗰阵时咧，我仲记得大家咧就满天欢喜嘅，因为咧觉得哇个环球股市咧，旧年年底因为乘住个中国通关咧，突然间扯上嚟咧。